每年古历到的初七，靠下寮附近十四村居民拢会打扮打到下寮万神堂规庙举行祭奠仪式，安慰百万年前被大水淹起的罹难者。今年村民也延续传统，准备饭菜，大家做阵来只家乡祭拜。准备罐头啊、饼啊，安尼尔嘞啊。拜！咱举行的这个祭奠，我感觉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什么？能够弘扬我们的孝道精神。第二点呢，那每一年的这个夏季啊，就是做风台、做大水，哦，上界危险的季节，哦，那每一年咱做这个，伊就予人看到讲，哦，这就是咧纪念着167年前做水灾的一个祭奠。今仔日咱这吼拜拜啊，咱这村民子孙啊，拢会来个吼祭拜安尼啊。大家到现在还阁有一个吼真诚心的笑脸啦吼，很感动啦吼。因为我甲看咱这个活动的由来吼，已经167年啊吼，会当把这个活动安尼办甲安尼一直延续下来吼，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啦吼。除了打扮当活动，这几天连庄的师傅也一直在赶工，未少民众也趁有时间赶紧来领水针，准备刷落来工作活动。拢完成啊！今日开始就卖针啊，拢已经完成啊，吓！即忙开始就卖针啊，对啦。今日算开第一天卖针，到明仔载两天啊，吓！靠看水针活动是靠特有的宗教文化，也是原来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，靠乡公所也欢迎大家来参与。六乡当年会安尼，好啦吼。要甲咱这个万圣节吼，有祭奠吼，尊重个祭奠安尼，请各位吼，若有时间再拨打吼来参与啊。一场大水后靠乡的后代子孙基础上听，每年用上虔诚的心举行看水针祭奠仪式，缅怀先人。今年靠延续这个传统，也期待更加侪人知影这个故事，来感受看水针文化。记者李克山，长报道。